哎呀，不要装了啊！好了好了，低点啊！好好，来，咱就开始吧。咱们从那个你们最自豪的那个段落开始，行吧？来，人生下来其实就是一个受罪的一个过程。我们要尽量的去把自己进化、完善。我是石文，像很多人我觉得都是要遭天谴的，就是什么小三儿啊、二奶呀、贪污啊，叫别人过来也不给人100块钱，那种也是非常可耻的一种行为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做什么事情老天都会知道的。这个太有这个能量了，这个歌它的优点跟缺点是同一个嘛，就遭天谴这三个字很好记，然后一直反复。可是会不会有人觉得有一点触眉头啊，被诅咒的感觉？遭天谴，糊里糊涂。哎，什么破歌？你这样就遭天谴，我告诉你，吓死我了！什么？不是不是，还要命呢，还要命呢，还要命呢！哎啊、你不是喜欢有爆点的吗？啊，这爆什么点呀、啊？这有梗啊！这有什么梗啊？去听完，去听完，心机梗啊！来啊啊！你听慢歌，你才会心机梗。不要害怕，都是那哈林弄的，跟我没关系啊！嗯，来来来，遭天谴！是哥哥，你把我吓到了。没有啊，不不不，得配合一下，来啊，来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啊！这边肯定不会再出去了，来。我知道，当我干到我的时候，同样在我合作开始准备他的，我们家老板就开始骂我一句下地下饭，叫他很有的怎样？这种革命不用你的加速，别再妄想自吹自擂的 MC。对，现在开始放屁 ，drop that， 欠我的全部都 pay back， 拒绝签约 ，I'm a free。那说打着你，说牛，想不音乐里，说我说打着你，说牛，想不音乐里，说我说打着你，说牛，想不音乐里，说我说打着你，说牛，想不音乐里，说当我说打着你，说牛。哇！感谢老师，可以忍耐，忍耐的听我唱完，谢谢。很棒，叫什么名？这歌叫什么名？中文就是致所有中文的说唱歌手。哦，就是写给一些假的说唱歌手。太牛了，我记住你了，方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王大志哈。你在那个屋子怎么可以待那么久啊？这是你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嘻哈，这么正宗的嘻哈，而且我可能被吓到讲话不清楚了。我可能不会选的，但是你灵魂里有嘻哈，我知道的。自从我看到你之后，我开始喜欢嘻哈节目。是吗？对，我跟嘻哈关联比较深，是吧？因为你经常嘻嘻哈哈。有了有了，有你喜欢的了。嗯，来来来，遭天谴，糊里糊涂，永远是奸。遭天谴，退后一步，大事必行。哦，遭天谴，还有啊呀，糊里糊涂，永远是奸。遭天谴，退后一步。大事必先，遭天谴，遭天谴，我还要切分啊！谴遭天谴，遭天谴，谴退后一步，大事必先，遭天谴。哎，你是怎么想起写这么一歌的？你跟他配合，你觉得能过日子吗？你们俩是干嘛的呀？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今天帮我伴奏的。你居然，你还有朋友呢？你要你穿成这个样子，怎么还会还有朋友？唯一的朋友啊啊，他是唯一的朋友哈。好，我觉得你蛮适合的呀。我适合，对对对，好，我适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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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对，好，太适合了，好好待着吧啊。我跟你讲，你不选这个歌，你会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遭天谴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选这个歌容易好。